秀雄，今仔日的聚会真有可能变作一场辩论啦。安怎讲呢？你拄着对手啊，实际是听我的话哦，才唔惊万里浪远对美国转来。是啊，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向秀雄先生请教。好，今仔日咱三个人就好好来谈论，规暝到天光。来，入去厝内，今晚接风宴已经拢摆好啊，欢迎恁转来。新青年，我回来了。1918年，北台风楼起火，这座红色的建筑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、五四运动的起源地，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地。我就任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来北台拜见你。黄万良走去美国考察了，我只好面皮较厚嘞，暂且代替伊，得请蔡公多多照顾。蔡先生好，你好，万少，这是北台真济同仁做伙拍拼的结果。嗯，我相信这栋新的教学大楼的完成，会借新文化运动这阵唐风。咱中国的教育甲北台的教育，一定会向前走出大大一步。嗯，讲了好，讲了好。来来来，各位，哦、来来来，请请请，请参观一下。哎，你拄就任，咱北台这栋建筑就起火啊。嗯，即马内底吼还搁咧装修，基本上哦特别完工啊，阮准备今年就开始使用。哎呦，气派啊，蔡公。这栋楼若开始用，北台真正是街头换面啊！有几个越南人？哎呦，蔡先生，秀雄先生，你即马是咧创啥？因为特别伫只奋斗啊嘛，哦、我就家己动手啊。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教育总长鲍正湘，伊是图书馆的主任李大超先生。哦，鲍总长好，家人的大将。李大钊，叫本大名，你过奖啊！听讲你去南方温游几啊个月，敢有收获啊？哎，讲来真惭愧啊！本来我想要游历四方，了解一下民间的疾苦，通找出一条救国之路。严格结果呢，空手回来，世界崩灭。不管安怎讲，你嘛是一撮忧国忧民的辛苦遭打。终生回来啊，回来就好。中虎兄伊的《新青年杂志》就会当正式挂牌啊。哎，蔡先生，拄好明仔在中虎兄引导内底办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会，你嘛做伙参加啦。我就不爱参加，因为学校还有真济代志，有恁几位去规划好新文化大旗，我想即届就无虾米问题啊。嗯，好，来，总长请。好好一家吼，就是，你看，总部室，啊，书法研究室，编目室，哦，加个报纸，吼，资料，哎，对对，书架，资料，资料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正大本钱哦，上需要保暖啊。来，偷到规矩。哎、欸，这好，这是我的代志啊。来，今日恁人拢够济啊，我嘛无准备什么，紧甲恁煮饭啦。君曼，你今仔日免准备啊。啊，今仔日阮编辑部敢若开会，无要食饭。啊，想怎？若是要请客，嘛应该是设置请客啊。为什么？伊起薪水啊，一个月280大洋，以及教授的待遇，伊无请啥物请。那我讲哦，莫互伊请食饭，叫伊直接请喜酒就好啊。紧甲故乡的某娶过来。煞你干呢啊？有幸甲失子合作一间小院，我真正是有水啦。逐天哦，拢一大群的女士排队要来找伊呢，害我吼嘛无一个清净的环境啦。失子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逐天伫咧学校搁啊收五张批，会见三个女人客啊？哎、欸，你嘛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逐天无甲我考试一两届啊，你心内就袂欢喜是无？我听讲黄侃咧上课的时阵吼，甲学生讲单独修鼓励新文化，甲北台带来300白话文、白话诗、小白面，找遐女学生吼，逐天对乌色的调情啊，
破坏北台的门风啊！那我讲哦，这是南台不灵流。你看伊啦，一个教授博士，一个月摕280大洋的工资，伊即卖还阁是一个罗汉卡，敢袂防讲鸟话？是啊，你阁有想要互我请无啦？哎，夫人啊，你今日无用啦，阮阁有证书咧，哈。好，恁讲证书，我先出去啊，哈。好，来，咱正式开会。来，各位。哦。这。谢谢啊，来，谢谢。各位同仁，今仔日算是咱新青年编辑部第一摆会议。过去新青年一直以来拢是我的主编，靠约稿甲投稿。对今仔日起，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仁刊物，在座的各位拢是同仁编辑吧。嗯。假使各位若无啥物疑问，我提议咱以茶代酒。来庆祝新青年新生，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干杯！啊，将来不知道敢会有人哦，会记得今仔日这个日子，一定会，靠咱家己的力量。哎，这这这，来，采取同仁编辑以后，新青年对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正式取消。投稿的章程，所有稿件包括全文甲译文，一律由编辑部的同仁共同担任。用稿采取集体商议的制度，每出一期都开一摆编辑会，参详后一期的稿件。当然，编辑也是所有一个主事。我看这个人哦，一定要重复遐只，大家拢同意哦。同意，同意。同意多谢多谢，感谢各位的信任，各位同仁。咱新青年以北台为依托，以科学甲民主为大旗，以宣导新文化运动、宣传新思想、培育新青年为基本的宗旨，用于要伫个规个中国来带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，找出一条科学的救国道路。希望各位同仁齐心协力，共同来承担起这神圣的使命。你这话哦，讲到我心内。真激动呢！我也想要哭，真是丈夫呀！各位，四个外月啊，我伫南方游历，四界游说，四界互人鼓转，规个中国拢伫麻痹的状态。所以我认为，启发民智是咱新青年第一要务。启蒙要有针对性，倡导新文化，要批判旧思想。咱新青年爱复古复辟的思想。做目标，发动兵攻。对者，也不过袂当伤过出力哦，会去伤着家己哦。不破不立，唔将遐复古派、复辟狂、皮肉倒皮肉臭，变做新文化。新青年对青年的号召力甲影响力，主要集中在评论史书。我认为这方面的果应该加强。俄国最近爆发俄国十月革命，我感觉这件代志真重要。俄国的代志哦，离咱伤过远啊啦，咱是应该把注意力放伫倡导新文化顶头。我感觉咱也是应该坚持一个啊，丈夫兄一开始办新青年的宗旨。20年外公政治，即摆中国的局面是安尼，两个政府甲军阀分裂，在即款的情形之下，进大水，收落啊，最好莫乌白去吧。20年外公政治哪有可能？